武当伏虎拳，有一套这个这样的拳呢，很多青少年们练习，也被称为镇山子拳。所谓的镇山子拳，是因为这套拳呢适合于青少年练习、青壮年练习，它对啊人体的爆发力、耐力啊、协调性都有一定的要求。那么呢，整套拳呢具有着啊武当这种传统拳术的一些特点，比如说这种小抓手、端啊、抓冲啊、抓冲，还有这种擒拿冲啊这样的一些特点。那么呢，像这样的一些拳术套路呢，很适合青少年、青壮年朋友们练习啊，从而来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啊，提升自己的协调性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